點解今日會特登嚟呢度嘅？因為見佢就嚟集，所以大家約埋過嚟一齊影。細個嗰時同阿妹嚟玩嘅，而家佢個仔都咁大個啦，咁咪帶佢嚟玩下，佢又未影過貼紙相。有冇諗過啲男仔願唔願意㗎？其實冇啊，冇啊，冇啊，逼佢哋啊。邊部身就影邊部咯，周圍兜下兜下揀，邊度多人咪影邊度咯，多人啲應該會正啲。有塊點喺度啦，睇下嗰塊嘢下面有冇人先咯。冇腳咧就梗係衝住入去擺低書包霸住位先，揾啲人出去唱詞，一定嘅。照下鏡，執下啲音，放下啲邊。M K 劉海啊，頭髮遮住曬呢個。即係你講到我而家都係，細細個唔識化妝噶嘛，之後佢嗰啲係有曬咩美顏，我影到隻眼勁大，隔到最白，一出嚟個樣係兩個樣嚟，成塊白咗好多度，直情唔使化妝。嗰陣就覺得哇，好似好靚咁，而家好似會唔會誇張咗少少咧？咁你望到自己個樣好似個乸型咁樣咩咁？哈哈哈哈哈，似衰冇乜所謂。買咩 pose？ 因為佢好快就計完時，諗唔到啊嘛，幾秒鐘喺抌銀仔之前就要諗好擺咩 pose。啲嘴啊，心心啊，叉叉腰，越交越好。係啊，嗰啲都係呢啲嘅。跟住最後你喐緊嘅時候咪影咗咯。頭先都係啦，炒曬車。影完之後就加嗰啲字啊，優柔永固啊，比較樣衰啲嘅公仔，整下啲兔仔耳，防膚啲閃石嗰啲，四個框框邊邊都要有，乜都加曬落去，遮住曬眼油味。如果嗰日冇化妝，咪黐個眼睫毛落去，搽唇膏，放啲 con 落去，好假啊，勁唔啱比例啊。就係今日日期咯。即例如佢生日啊，或者情人節啊，即正如我哋嚟過呢度啊，你睇翻嘅時候你知咯。過膠咯，幾蚊，然後咪喺呢塊嘢，全部都要剪開，格格好有技巧。因為教紙俾人剪到盾曬咧，之後咧歪曬咯，歪嚟歪車咁黐嘅 random。係跟住用 ER 咁樣過膠，買張水入去就擺到部機入邊，銀包就蝕一大沓，攞張橡筋箍住，有本細細本相簿擺住嘅，或者有啲有袋嗰啲簿咧，咁樣摺曬落去咯。全部都是以前讀中學的同學，我覺得是影我的過程開心。以前差不多個個禮拜都嚟，同佢一起就開始接觸呢樣嘢，我哋回憶嚟噶嘛。重點係邊個喺隔離同你一起影咯？始終都要有個人同你對影。你成日都話中學的朋友才是最可貴，即係佢哋已經是陪伴了你呢個青春，但是真的很久冇聯絡咯。做嘢跟住都少啲聯絡啦，因為不同圈子啦嘛，已經老啦嘛，所有嘢都變，搞學生東西啦。本身都諗住約佢哋一起嚟，不過時間唔啱。打 M K 回憶已經過去咗啦，冇咗啦，冇咗啦。呢個最 M K 嘅年代，最青春嘅年代，都係最開心嘅時間嚟嘅。愁和仰慕，其實人生並非虛耗。我是东方星，我是李君雅，专家的神一个人的童话式婚礼，三月七至十号晚会展最细的哥哥，到时将会有我担任婚礼司仪，到时将会公开的神最纯真的初恋日记，同埋分享每个人都经历过的单恋故事，嘉宾兄弟姊妹轮流唱歌振兴，仲有我同我大放 MC 笑蛋，大放笑蛋，即系炒蛋定太阳蛋先？人情公费288、388、488，Tickets at emosmo.com 即日发售。其实系温泉蛋啊！